下次我带一个七位数了，你钱肯定不够了。今天给老板绿一个行不行啊？给我绿一个，你怎么给我绿？右手脚位这块，你看。有色料吧，你还要绿一个。用大这个料子，有黄物。要当水痛还是哦？可能有淡淡的春，有点发桃花春。哎，就怕肿了嘞。是它这个水头油，水头是有比较很透的这里。对，你看打，是啊，就是这滴滴打水。这种料子不怕打水的。这里嘛是吧，跟不打水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，这东西就这样吧。看价格了，小价位滴摸摸8000，8000还滴滴摸摸啊？啊，那又不是什么万事的吗？2000块钱，2000吗？我要说给你20000，你会不会给我1000呢？800，这不是2000呢、啊？这样这个6000漏了，个头有嘛，重量也有嘛，3公斤的料子。这里啊，打的也就是这样。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，有一点点荧光感，但不代表它的是能够画得起来。手镯没有了喂，这边一条裂，中间这里有条裂耶。中间直接就来一刀，2500，3800，你别3000了，2800块，好吧。OK， 2800，钱包里全部都，就这一点点呢，1234。28，管够，直接就上邮局了。下次我带一个七位数了，你钱肯定不够了。我可以转账的嘛？可以，是不是？可以呀、啊。老板今天想送去机场接人了，自己切吧。上去。哎，你怎么还这个？前期都忘记了哦，你看马上就到顶了。忘记了的石头果然不会太好，总是有的发黑的，但是你看这个肉太粗了，我的天了，脸又多，你也看出来了，肉粗的又多，有一说一嘛，就这样，拜拜，没有了，再见。